是 KT， 欢迎收看 How Living 美味生活。今天呢 KT 手上拿的是罗勒哦，今天呢要教大家如何用罗勒，当然你也可以用台湾的九层塔哦，做出非常好吃的这个青酱。那还有呢，我们该如何呢保存这个青酱呢？今天呢 KT 要一次告诉你，让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吧。完成了，大家有没有学起来呢？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如果呢你想要看到更多 KT 的美味料，